好，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一季的新品 Loewe 的 Nano Puzzle。 然后呢，这款容量其实蛮小的，但是很可爱，我现在就来塞给大家看。就是这个是 iPhone 11的手机，我测过是放不进去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卡夹是可以放进去的，虽然看会小挤，但是是可以的。这样，然后再来是 AirPods， 也是可以轻松放进去。再来可能车钥匙之类的，然后再塞一个唇膏，里面其实还是可以塞一点小东西，大家可以看到是有点空间。就你可以再带一个护唇膏啊，或是小的护手霜，就可以出门。然后面纸也是 OK 的。然后现在拿起来给大家看，就很可爱。然后它这边这个 logo 我觉得超美的。然后这个 tan 色我觉得非常适合一年四季背，就都好看的颜色。然后这个链带